準備了一、二、三，放上去，放齊曬就嗰兩公台就著。呢節目咧，而家已經播咗兩集。咁因為其實之前發生意外嘅時候咧，咁其實crew 嗰邊已經有一啲片嘅，但我一路都唔敢 send 俾爹哋媽咪啦，因為驚嚇親佢哋。咁但係點知其實呢啲嘢叫咩？紙包唔住火啦，最終佢都會見到啦。咁喺電視上見到咧，哇！佢哋即係叫到好似自己撲咗落去咁樣啦。咁同埋一路睇咧，見到啲車啊，見到啲險象環生嘅一啲片段咧，佢哋都。即係媽咪咧都係咁話好危險，好危險！你以後都唔再做咁樣啦。佢睇翻原個即係當中，即係自身當中同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，咪覺得唔同嘅一個危險性。因為自身當中嘅時候，當事情發生，其實你係腦裏邊一片空白啦。咁到睇翻，其實都覺得自己好好彩。但係更加強烈嘅感覺係諗翻起嗰時好歡樂嘅時光啦，我哋幾個人互相即係互相支持、互相幫助嘅嗰種默契同友誼啦。好開心，每日起身就係踩單車，踩完單車就瞓覺。咁啲好簡單嘅生活，同埋可以見識到咁多國家嘅即係好靚嘅景色咧，其實都係好懷念嗰個時間啦。希望之後仲有第時仲有機會。我就睇到好驚啦，自己冇再睇翻啲有啲感觸嘅感覺。感觸就係見到大家嗰時，因為好得意嘅。而家我哋幾個好熟啦，咁當然我同本身我兩位同學都熟嘅，咁但係同阿 Brian 咧就其實開頭都唔係好熟嘅。咁睇翻咧頭一兩集都係我哋比較唔熟嘅時間咧，即係見到佢好怕醜腼腆咁，即係有一次我喊咁樣啦，因為好辛苦嘅，佢坐喺隔離佢都唔敢掂我，咁我覺得好好笑咯。跟住而家諗翻起佢對我哋即係關係咧熟咗好多咧，佢而家就講嘢又豪爽又粗魯啦對住我，咁即係覺得個關係即係進階好多。如果仲有機會再咁試下呢啲挑戰。如果仲有機會，我絕對想試嘅。趁咧而家仲係單身咧，咁其實冇乜顧慮咯。咁即係如果第時他日會有屋企或者有小朋友嗰啲，咁一定會有個負擔，就即係盡量唔好令到自己有即係危險啦。咁但係趁而家即係比較無牽無掛咧，咁都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挑戰自己咧。自己之前參加嗰個單車嗰個慈善節目咧，播咗幾集喎，我都留意咗自己。對，現在播已經播出了兩集。自己当然有留意，然后每次我播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家人都会坐在电视前面一起看。然后因为其实当时我发生意外之后，我已经有一些我意外的片段，然后我一直都不敢给我爸妈看，因为怕他们会看到就好担心好心疼。然后他们现在就终于会在电视上看到我摔下来的那一幕，然后他们都叫出来了，在看着那个电视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都觉得好危险。然后每每一次我们有比较惊险的镜头，我妈就说哇真的好危险好危险，你以后也不可以这样去骑单车。自己会见到都身边行人其实现在现在看那个节目，我觉得当然会觉得好幸运，就是没有更严重的伤害，身体没有更严重的伤害，但是更多的情感就是很怀念当时候的日子。因为当时候我们四个队友每天都一起骑单车，然后一起生活，其实很开心。那一份互相支持的友谊其实是挺感动的。然后现在看着我就很怀念那个时光。如果再有下一次类似呢类型嘅，自己再敢唔敢挑战？我绝对还敢。如果我还是现在这样单身的话，我会更加勇敢的去挑战。我觉得因为可能过一些时间，比如说我有家庭的时候，那我会当然会比较顾虑。但是正我现在还是没有这些顾虑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尽量活出更精彩的人生。